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广东乐川市，一个工业园。这个工业园的话是属于东莞乐康工业产业转移工业园。这个有点复杂。意思是以前东莞东康镇的那些工厂搬迁到这边来了嘛，所以它叫做产业转移工业园嘛。然后我发现工业园里面这边有一大片的那个烂尾楼，去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就是这边，你看，这边的话全部都是杂草丛生啊。进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进去的。现在的话在下小雨啊，哇。这个的话应该荒废了很久了。哇，三层楼的。非常的安静，它安静的，但是看这个地上的这个痕迹的话，也是偶尔有人来嘛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来进去看一下。到这个楼上来看一下。这个工厂的话建都还没建它就荒废了嘛。哇，底下都是杂草，应该荒废了好多年了，你看，不然不会这么长的草嘛，对吧？能不能到那里东西？你看那边山上的泥土都塌下来了，你看一下，发生了泥石流了。你看一下，应该很久没有人来管理了嘛。那边嗡隆嗡隆的那些工厂的话，就是有开工的。到这个底下来看一下，到底下看一下，它这样子转过来，看能不能转过来。下去看一下。哇，跑到这里面来有点恐怖哦，主要是杂草丛生了，是吧？草太丛了。
这个棚子都塌掉了。这个棚子的话是以前工人居住的地方嘛，是吧？现在的话都已经塌了，塌成这样子。这里面都是很多积水。跑进来一看的话，这边堆放了很多那个工业垃圾。好像听到了人叫声。这边还写着那个流程的，你看，原装品、成品、半成品、验收、流程图。哇！看一下这边还能不能过去。这边就过去，过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杂草丛生了。你看一下，那两栋的话也是荒废的工厂，烂尾楼嘛，烂尾工厂嘛。